YouTube 的朋友们大家好，今天呢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工作。这个工作呢是在区外延站附近，是一个清扫的工作，每个月呢在23万到35万元之间，只需要日常绘画的日本语能力即可。如果你对这个工作感兴趣的话呢，欢迎来到我们公司。我们公司在神田站下车5分钟附近，每周一三五和每周二四六会召开说明会。一三五呢是上午11点，二四六呢是下午1点，欢迎大家。